逻辑通其实非常好赢。对。对啊。你要有逻辑，然后。那懂得赶出来归就行了。对，你要敢说话，你这个不说话，很容易就被票或被刀。没错。不会啊，我都是一开始被刀的。看你呀，画不完，尽力举。Oh my god！ 笑死。呀、yeah. 啊。啊？哇，就这样。小安太坏了，小安你太坏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题目啊？啊？你每一次都会画到这个是怎样？这个要怎么画？这个要怎么画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恶出的，每次都画到这个。屁嘞！怎么可能每次都是我、啊？我觉得是你。要怎么画？啊？等我太难了。真是每次都画一样东西，我都快进步了。我真的应该去买个电绘板。我也觉得我应该去买个电绘板。为什么要买？我都用滑鼠在画。用难呢？买个平板比较便宜。平板比较好，买个 Pad 比较好。买个 Pad 啦，因为你还可以拿来干别的事情。对啊，这个不是职业太难画了吧？这个职业太难画了吧 ？Oh my god！啊，算了，随便我随意了，尽力举，而且我的构图是一样的，刚刚大家都是玩太多杀人的，都写一堆杀人的东西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只有我的最正常，不要闹了吧，跟正常是搭不上边的，等一下。肯定是这样画。你不一定画到是我的，好不好？你就那么肯定？为什么我觉得这题目不要不是你就是阿北？可是也有可能是小米。怎么会？肯定是阿北吧？这鸡巴鸡巴的题目。哎、欸，我的题目是真的很鸡巴。看你，我刚画一个超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画。感谢迪娜的关注，晚上好。感谢关注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现在正在画图接龙耍废聊天。这里平常是个混沌爆炎台，混沌爆炎台。晚上好啊，靠嘴遁。晚上好，随便啦，我懒了。随便啦，我懒了，我也懒了。可以的啦，这样 OK 吧？我已经好了，我已经好了。初见晚上好，初见晚上好啊！还是先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个怎么讲？好可爱，刚刚画的吗？为什么我平常偶尔会画一下图？现在跟小伙伴刚玩完狼人杀，然后来跟大家画一下图，相爱相杀画图图，小狗好可爱，胆小狗英雄吗？啊啊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对，应该是先画脸。总而言之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大家是怎样？刚刚玩太多嘎来嘎去的东西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才这么觉得。真的。太狠了。
还好还知道胆小狗英雄长什么样，刚刚那个题目。太随意了，太随意了，救命！太随便了，随意了，打啦！哇，这肯定是红色的吧？好扯，飞天松鼠晚上好，好扯，好扯！现在是聊天闲聊画图时间，跟这些小伙伴们一起玩一下，瞎聊一下。晚上好，初见安安，大家初见安安，晚上好啊！啊，动态感有做出来就好。很喜欢迪娜的名字，我要偷看一下。哦，偷偷出来就好、啊，是大台的台主哎、欸，太大一根了。偷偷追回追1600，哦，好多，原来是玩风之谷的吗？我现在周围好多小伙伴都玩风之谷哦，尽力局啊，各位尽力局，我累了。对，飞天松鼠的头像是那个吗？伊布。哦，那我那是那个，那是伊布吧？直接打穿我的心脏 ，OK。我刚刚想说，我应该会看到一只松鼠，可是点开发现是伊布啊。千里原来是伊布啊！枪把我打死。然后这个一般比较快。原来蛮快的。哦，业余杀手啊！我不知道谁出的，我只好这样。这是小叮当杀人。业余杀手，还敢说？报废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要卡住我？靠背，你怎么知道？No，No。No！ 哇！太难了！还是我没事没事啊！哎，这画的很好啊！这画好，鱼头很会耶！阿飞跟风骨靠背哦，阿飞又是风骨梗。我没有画出暗影神偷的部分，你知道太难了。暗影神偷长什么样啦？画的很像啊，就小偷的样子，然后拿刀啊。哦，这是海盗的刀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两只手拿，超大哎、欸！大刀，德玛西亚，就你，我就招是你，这很好吧？这画的很好吧？没有，下一个画的超好，下一个画的超好，每次画都画到这个哦。然后我。刚换完，你说刚换完伊布的头像吗？其实伊布有，我觉得也长得蛮像松鼠的。可是我以前最喜欢的神奇宝贝就是伊布，伊布超可爱。阿贝，你这太难了啦！哈？哎，胆小狗英雄画得很好，这个胆小狗英雄。我猜到皮卡丘哎，我好屌啊！你好屌，真的哎，颜色画的颜色很到位。打泳圈，还是真正的天眼通吧？哎，可以耶，这皮卡丘跟那个胆小狗英雄有画出来耶。可以看到那是皮卡丘，从那个看出来那是皮卡丘。小米被刀哎，每局都被刀。哇，至少小米排餐也是死了。哦。上面跟下面的两张图很像，海阔也被吃掉。反正结论就是海阔也要死吗？啊哈哈！原来是遇到巨人，被嘎了，被嘎了。啊？这个超歪、欸，这个超级歪、欸。这人种，我画到东西不是这个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雅芝刚刚是褐色的啊。我操！对，哦哇，是传递什么东西啦？哦，这画的很好哎、欸，好扯哦！巴士与他们传递是什么东西、啊？画的很好。哎，一套，这你有没有发现？你被搞到都是刚好有人帮你讲题目，那题目都又臭又长。太狠了！你要花葫芦吗？会比较久哦。可以哦。呀，那玩好累呢。反正可以，哦，可以啦，今天人比较少，应该可以啦。
对吧？好啊，今天六个人应该可以，只要画六张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推推。你画的很复杂吗？不用吧。好吧。那我要复杂一点。酷啊！那你问屁哦。绝对是，还是你们想要玩 Pico Park？ 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个游戏蛮好玩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以啊。现在有几个人要玩游戏？滑鼠画工是不是变差了？我也觉得滑鼠画工不是很好，但没关系，我就照画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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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好啦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比较好归。这个比较简单。玩过鹅杀就觉得鹅杀好难归哦、喔。真的。哎、欸，这个颜色是对的吗？应该是对的吧。嗯，我不知道画什么哎、欸，还是有什么画？有什么画什么？我现在有咸水鸡，咸水鸡，啊，第一张可以这么多时间哦，对啊，可以超多时间，没关系的，不要了，不要，怎么已经有人画完？因为有人想去吃咸水鸡，不要有不知道。我在画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怎么听都是25吧？哦，你逻辑也爆炸了吗？爆炸了，真的，真的爆炸了。他还问怎么有这么多时间，就是他一定画完了。阿贝不是也说怎么有这么多时间？我画完了，可是我在想，我决定不要让后面的人太痛苦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所以我决定就这样子。我觉得要让后面的人痛苦一点，所以应该画满的吧。你好坏啊！你好坏啊！但我喜欢，没关系，我也要画满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可以。哎，这个嘎掉了啊！我觉得会被嘎，我觉得我龟好几次龟得很漂亮啊，不错。难怪会被天眼通。难怪一直被挡在家里。有一次我第一波被那个小安嘎掉那一个第一轮疯子，后面小米龟的蛮漂亮的。对啊，没有龟了好几轮欸，没有最漂亮的漂亮好吗？一直都漂亮，跟我一样漂亮。下面一位，哎、欸，我操，现在还没画完的人，到底是想要给后面的人多痛苦啊？被发现了。被你发现，从先从这一刻开始加东西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懒了，我累了，我休息了，我的脑袋已经开始无法负荷了，因为我心被打穿了。被谁打穿了？总是要让你们痛苦的吧？好耶，这样不对吧？可以啦。哇，我好难、啊，小朋友好难，你帮后面的人考虑一下，什么叫好难画？画不太出来耶，我想你们要加油哎，加油哎！没事的，这么该抄了啦，可以的啦，可以了。
哎，就这样了，算了算了，我刚刚还以为我会从头被嘎到尾。哈？这是恩古画的吧？屁啦！哎，等一下，他是照着画哎，他是记住要画哎，不是照着画哎。张小，哎，我没有记住哎，我没有记住哎。可以啊，我可以。我没有记住哎，绝对可以。我不行，这个太难了。他妈的，这个真是恩古画的，太好笑了吧？不可能，我画的很简单呢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才笑出来。我记住人他妈画的是什么了，牛羊啊！如果你画到的是很简单的东西，那确实。我 barbecue。那你画的东西是会在天上飞的东西吗？那有可能是我的，我得在天上飞。我在天上飞啊！啊！那请问在天上飞是蓝色的吗？不是，它没有颜色。那就不是我。哎、欸，咋搞？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了。没问题，我刚刚完全没问题，没有看我就点了。没问题，你们会发现我画火柴人。没问题。那我邀请那个兄弟出来代班。太难了，太快了吧，那个时间。我要发疯。我在乱加东西了，难了。我在乱加东西了。我这样吧。啊，可恶！哦，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很生气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有人很生气。这是什么啦？完了，旁边是那个。要选这个，这个人直接放弃耶，这个超级放弃耶，哦，绘画有一个画法，快！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画法，哎，这么快啊？短时间越短，好哎、欸。不来气，这个人直接放弃掉掉了。我的妈！好屌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我会。等一下，不要害我笑，我有点抖，没办法好好画。啊，完了！刚刚还有个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着？好像这个吧。什么东西？是这个颜色吗？这样吧。是这样吗？还好，就好这样。好诶、欸。好诶、欸。可以吧？这样好喂，好喂，好，等一下，算一下，什么啦？什么？有一根很特别的东西，这样吧，行啊，来不及货了，白痴哦。应该是两秒。好啊，来看一下是谁在搞啊？不是啊，他时间太短，怪怪的。没画难吧？你他妈一看到你在搞，他的鱼头就你在搞，一看就知道你在搞。你说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嘛？妈的，鱼头画成那样子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是他眼怪，看出来了。他重点只是三眼怪吗？你画完了，他歪了，他歪了。
这个超难的，儿童绘画班，我还来不及，都是我要喊多少一班？对啊，看超难，第二轮的时间直接减半，超难的。变成一个很阴险的大嘴鸟哦，这长得啄木鸟。我就知道是你鸟嘞，我是把后面的人换，我是只龙族。鱼头，你要踩个七龙珠就对。啊，是七龙珠哦。后面变地球了。对啊。重点是我可以看出这是鸟啊！重点是我可以看出这是鸟，我要画脚，然后时间没了。我也还没画完呢，看时间就没了。看他背哦，太立体，太抽象了吧？好屌啊！我怎么好像没画这个、啊？抽象画，我也没画。